故乡可以望见我们的祖国了，太平洋。这个海拔比较高，所以它落差比较大。下面这个是什么区？三下区。人比较少，车也比较少。这边不是湾吗？不是湾里面吗？这是湾外面。下面走出的。我说这边是呢，不是那个金门大桥里面那个吗？那一湾吗？外面。外面吗？这是太平洋吗？是吧？这是太平洋。哦，这是太平洋。哦，我觉得这有点太宽了，所以不像那种。弯的窄那地方啊，它这是有炮台还是有什么？这个啊，这石头，我一看，我觉得感觉就比较浩瀚啊。
边那个，咱们去北边那个镇送那个老莫。进了，太轻了，没进。这是不行，打得不好，让我们不是很满意。
在自行点上。嗯。你去测了没？没有。不测啊。测了。不浪费。这次。不浪费，没测，我怀疑这次。你听说了。不要心里再给自己造成压力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没事儿，没吓的。本来说7天出结果，结果弄了10来天才出结果，没事儿。他是，